어머님이야. 살아가는 명함을 씌워주라고. 加一下。
你在这边都有点定了。嗯。哎。多少斤？你这是？啊？多少斤原料？20多公斤。二十公斤。嗯。20公斤，40斤。啊，40斤，40斤。吃饭去。嗯，那个，就是你给你们这边人交代一声，然后他炸完之后，东西先别拿出来了，然后等我回来了，我还要拍视频。那不能拿。啊，不能拿。就再拍一下。然后拿出来的时候，我得拿出来饼的时候，我得拍个视频。啊。Thank you.
哥你先聊。是豆子，是呀，跟饲料似的，就它就巧克力的原料，巧克力的，对。时间一长，一长，这肌就垮掉了。